疫情发生以来，中方本着严肃、认真、专业的态度，予以积极的处置，制定严密的防控方案，全力救治患者，做好密切接触者的管理，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，对外及时发布疫情防治有关信息，并且积极开展防病知识的宣传。在接到有关国家相关病例的通报后，中方高度重视，通过双多边渠道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，加强合作，全力应对。如果其他国家也发现相关的疑似输入型病例，我们欢迎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向中方通报情况，促进联防联控。我们将同各方一道，携手应对疫情，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卫生安全。据我们向有关部门了解，目前日本、泰国、韩国已经向中方通报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的情况，中方也与这些国家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合作，共同做好病源的救治以及疫情的防控工作。据你刚才提到中方会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疫情的扩散，可以告诉你的是，目前武汉的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了出境离汉人员管控措施。您好，我那个外交部这块，您看能看见我这信号吗？来回摇了。